爸爸在看选举公报，姐姐也来凑热闹了。这次有谁在选？现在你知道看哪个？王惠美、黄秀芳跟谁啊？萧仁正。萧仁正，哎呦，彰化县长三位在选哎。我不知道这个。对啊，王惠美应该知道了。黄秀芳的话是彰化市人比较知道，如果没有住在彰化市就比较不熟，因为他是彰化市的。哦，我是比较喜欢魏明谷啦，因为魏明谷他是圆领的。这不啊，是哦。